时尚玩家热血48小时。是的，是的，家人名人就是舒服啊。这一集的主题就是解锁2024家南名人最夯美食打卡地图。最夯打卡地方的，最有美食打卡地图，来让大家看一下哈。我们收集到6个点，没错。但有几个地方是这个奖金任务，哎，写的很淡，但是奖金任务有3个地点的，然后每3个地点都有1000元的奖金任务。1000元，不错哎。但是你们一个人只能选一个地点执行，如果你们任务失败的话，会我们的新朋友一剑打屁股哦，有惩罚，真的假的？新朋友。他打的好，再来，打一点，再大力，再用力，精神力，跳起来打。你用什么软棒的？用手啦，用手打屁股。怎么了？来，哎呦，还是走，根本就是福利吧，是，所以三个是这样，是自己各自认领，对，你们现在先决定自己小个人任务，哎呦，我负责咖喱，是，我觉得我可以这个，因为我喜欢吃米果。然后这个威廉哥，因为你最爱吃烤鸭，兄弟，对，那这样子我们就先从嘉义开始啦。好的。这个收集间，录影棚真的，这个是汉堡，对，牛肉的汉堡包。只能说这嘉义跟童子一样，周流列国，周流列国。然后你们有点对抗，这个提拉米苏饼，提拉米苏，吃就很好吃，他把提拉米苏拆解放在里面的感觉，这分子料理哎，分子料理，蛋花牛肉汤，就是这一家，它蛋液整个有点包覆它的那个牛肉的感觉，哇，超级好喝哎，好想弄一个面，再加拿在上去，然后加在里面，好像加红鸡蛋面啊，必比登米果，这米果配这个根是不是比较少见？不是，这个这样子叠起来是蛮佛宝哎，来，加油。咬到好像爆浆，然后嘴巴后面被塞满。登上日本美食杂志超鲜的小卷米粉，非常开心哎。对啊，傻眼猫咪，好久没用这个词了。川菜里面有烤鸭，本身其实就蛮特别的。哇，然后在旁边直接当烤鸡。哦，怎么发出员外的声音啊？发生啊！对，你很嗨哎！对，来，请说，嘉南最夯美食打卡地图，我们第一站最招混搭，露营风跟咖喱，咖喱的部分交给我，咖喱老师，对，来，到底任务是什么？哎，拍出让老板满意的露营风宣传照，这应该蛮容易的。对啊，我们平常那么常拍照 ，OK 啊。那我们的肖像权是？对啊。有在乎过我们的感受吗？我们那个授权那个半年，然后我们就把合约跟发票寄过来。他们放广告哦。对啊。先来看一下，我们感觉一下，感觉一下。哎，这个空间，露营风真的，哎，很漂亮哎，很漂亮哎，这个随便拍随便好看。对啊。是。哪需要我们拍？这个任务也太简单了吧！早知道就选你那个。要不要看一下里面？好，外面蛮舒服的。这个整体的氛围超时髦。老板你好。老板怎么称呼你？叫 Vic。Vic 对 ，Vic 这件很新哎，大概多久？大概半年左右。那你自己很喜欢露营吗？对啊，就是我们家人很常一起去露营，所以家人走这个风格是哦，哇，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科技感，然后加上露营，就点工业风啊。我们帮你们拍好看的照片，宣传照，好不好 ？OK， 好。我想要体验它的石头的感觉。哦，这个好，这个好，海军陆战队的感觉。有，对，有没有感觉？你们在任何一个白石头的公园都可以拍这个效果哎。你看啊。我终于灵感来了，来了，说，老板需要你的帮忙哦，抱他，然后站在这边，对，这样这样，对，你们一起咬的感觉，对，这样，你怎么自己动起来了？对，很好，这个好，然后你们有点对看的感觉，对看哦，对看。
没关系，我结婚了，我已经结婚。好，这个有了，有不用了吗？这个会不会当做宣传照之后，他来的客群会更广？满意吗？满意，满意。快收起来了！哎，收真的有，一千块。来，这个就是老板刚刚一开始推荐的特盛海陆，然后它旁边就是一整个小卷，然后中间是牛肉的汉堡排加 cheese 这样。这个呢是香料牛肉咖喱，对，然后这个是炸猪排咖喱，然后他们的咖喱呢，它都可以免费加酱一次，所以我们就直接先加好。哇，咖喱老师，咖喱老师，有1000块，你应该付完了，我可以买单哎，对啊。其实现在好像让人家加咖喱也算是蛮佛的，对啊，对啊，很日式的咖喱，嗯，真的，它的酱是有带甜味的，它没有他们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香料香，对，嗯，然后它的那个猪排油外面的是现炸的那种很酥脆的感觉，是有空气感，嗯，而且里面的肉那个猪肉也很好吃耶。肉的部分有带 Q， 很像松绑一样，有点真的 Q 劲的。然后有油脂的部分，有咬下去就会有它的那个香气会跑出来，好吃，好吃。这220真的很划算，我觉得。嗯，它咖喱微微有带一点甜味，那个甜味是不是来自什么日式的会有一种蔬菜或者苹果下去熬？对对对，它有一个香气，我不知道是不是来自姜黄，有姜黄吗？有哈，对不对？哦，厉害！它有一个香味，那种香味有它的那个独特性，而且它的米，我觉得有点接近那种泰国米，它比较长，是哈，对，是泰国米。哇！哎，你该不会是你当的老板吧？吃起来，它的那个弹跳感更好，你觉得它那个粒粒分明，也是另外一种感受，更爽口，对，蓬松的空气感。那我吃吃看香料牛肉，你觉得？好，可以哦。哦，肉好多哦，赞。吃起来有一点像我们吃，也是像日式那种红酒炖牛肉哦，有一点，另外再处理过的。肉的部分很软嫩，但是它的筋的地方是带有一点 Q Q 的，然后有一点那种筋膜的奶味。不知道这边上面放那个迷迭香，所以你吃到的那个香料味是有一点点像西式迷迭香烤牛排的那种。真的，它用的米还不错哈，非常优秀，有意外的筋搭。对，嗯，它的香料香超级明显，嗯。质地感觉是很日式，但日式跟什么印度混到，嗯，而且它的肉超级无敌嫩，肉好好吃哦，炖好几个小时的那种，炖到就在嘴巴里面轻轻咬就会散开的那种，嗯，而且炖到里面的味道都渗透进去。它明明咖喱应该是同一块，但是好像把牛肉丢进去之后，完全完全就是不一样。牛油一加进去，整个那咖喱氛围就不同，好吃哎！厉害，感觉又变成一个什么去印度的留学生。海陆的。它这个是汉堡排吗？汉堡排，牛肉的汉堡排。哦。厉害耶！有了汉堡排，就是突然这个留学生过了几年之后，他觉得印度好像够了，他又回到日本了。他的汉堡排他也拍过，肉的弹性跟筋性都有释放出来。嗯，所以我觉得是整个口感，这三个全部不一样。只能说这咖喱跟孔子一样，周流列国啊，周流列国。嗯，小卷他就可能到了基隆，然后基隆对小卷，对，坐游轮，对，很好吃，很脆。我原本想的汉堡排是那种煎的，那种厚厚的那种，可是它更像日式的可乐饼，它外面有稍微炸过，所以你吃得到那种酥酥脆脆的面衣的香味。但是它旁边很像是旁边的起司，把它跟里面牛肉又连接起来，它吃起来的那个奶香味好浓郁，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咖喱酱在这边的时候，它的甜度更明显。是不是汉堡排它回到日本了？对，嗯，那个小卷它也不是纯粹水煮之后去炸的那一种感觉，因为里面很像那种风干鱿鱼的那个香气，稍微最外面或者一夜干那种香气，但里面它还是嫩的跟 Q 的，配它的咖喱也刚刚好。我有厉害，对，很厉害哎，餐点是真的非常之用心，用心哎，嗯，很棒，很棒的一个环节。
太爽了。没错，现在今天就是这个味觉、视觉都消暑的提拉米苏刨冰。提拉米苏跟刨冰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对啊，它是加在一起吗？加在一起，好像是现在这个非常爆红的一个品项，然后进去就可以看到这样。现在嘉义是每一间店都弄得这么的漂漂亮亮，是不是？很漂亮，不是浮夸，我是觉得是精致。对啊。哦，这个感觉也是很好拍的那种店。对，已经看到了。哪里？这个。这是那个提拉米苏冰吗？你好啊。在一起多久？哦，不是，有吗？有在一起？还在暧昧？有。哦，在一起了，恭喜。男朋友喂他，来喂他一下。第一次来吃吗？哦，他是整个放一个提拉米苏蛋糕在上面。会，如果是我的话，就直接敲下去。对，然后我们的冰就会毁掉这样。啊，喂他。我来认真了，没事，不要紧张，没事。不过这个真的有点狂哦。对啊，好漂亮哎！你们应该也是看到这个照片而来的吧？对啊，很澎湃的。来，我们来找一下老板。你好。所以你们最有名的品项就是那个提拉米苏冰。对，然后还有泰式奶茶。怎么想到要直接把蛋糕这样放上面？我想说，我们是刨冰店，然后想说跟甜点结合，嗯，就这样子。做出来哦，推荐的就是提拉米苏跟泰式奶茶，然后还有冬天会推出的铁锅松饼，也很多人点。冬天推出的铁锅松饼，那现在点得到？可以哦，因为我们特别留的啊，帮我们留了。提拉米苏的，然后这个是泰奶的，然后里面它其实都还有包不同料，像提拉米苏的梅果酱，然后这里面就可能奶酪那种，然后像这个上面就是海盐奶霜，夏天就是要这样啊，赶快先吃，赶快吃，那就提拉米苏开始喽。它旁边的酱其实就是它已经都加在里面了，是，然后你吃不够的话，你再自己再加这样，这样子哦，大块，是的，完美。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整个调味这样弄起来，光是这样我都觉得很好吃。真的，看我牛肉汤，就是这一家，它在地整个有点包覆它的那个牛肉的感觉。哇，超级好喝哎！好想弄一个面，再打在上去，然后加在里面。好像加什么鸡蛋面啊，必比登米果。而且米果配这个羹是不是比较少见？不是，这个这样子叠起来是蛮国宝哎。来，加油，加油，稍微咬到它就爆浆，然后嘴巴后面再塞满。关心我们的下一代，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你整个加上它那个奶油，对，它有点类似接近那种 mascarpone 那种感觉嘛，咬下去把它含掉的时候，会有一种咖啡牛奶的错觉。但是呢，它这一块呢，它真的变成是冰过，然后变成是里面其实是牛奶雪糕的感觉。对，它是会有那种雪糕感，但是非常 OK 的。对，我给大家看里面，它里面就是这种像梅果酱哦，那是酸酸的，对。而且我没有觉得太甜，是奶味比较足。嗯，吃就很好吃。它中间的部分那个梅果带的那个酸感，会让那个它上面那个奶油酱吃起来好像梅果的优酪乳，可是你单吃旁边很像，就很像在吃真的是提拉米苏那种蛋糕的感觉。然后它中间还放了一点 Oreo 的那个碎片，巧克力碎片，那个粉粉的是。是那种有点像消化饼干，它把提拉米苏拆解放在里面的感觉，再一次把它变冰的吃进去，很好吃。这分子料理耶，分子料理，对啊。被粉呛到，好喜欢它的调味哦。它奶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它一挖挖到奶油的时候，整个那个质感往上冲。因为其实其他东西有带苦味，就是那种咖啡的那个苦味。嗯。然后配那个奶油的时候，因为奶油的甜味还有那奶油的那个奶香搭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提味的感觉，很耐吃的，很耐吃哎。嗯。快吃完了，太奶的。哇，太深了！哎呀，它就是那个泰奶口味的披萨。
们想象中的那个很好喝的那个太奶，对的那个味道，嗯，配这个很轻盈的冰的时候，真的变成嘴巴里面很有空气感，只有香气的，啊，这个很好吃哎，因为一下就会不见哎，它的冰打得好细，是，对，它的冰超绵，我加一点珍珠上去。你放进嘴巴的瞬间，它那个冰细到真的是直接绵掉融化，你不会觉得它像冰皮，它真的会突然在瞬间变成饮料。你看它里面有加一些野果，然后你配一些珍珠这样吃，你觉得你是用咬太奶的方式在吃这个冰？没有，它好像还有一个奶酪吗？白奶酪，对不对？嗯。但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它的太奶做得非常好。那个茶味还留着，那个苦味跟涩味全部都不见。对，你很像在那个泰国街边知道他们那个小吃，他们的饮料都可以加各式各样的料。对，哎呦，冬季限定的，哎，来了来了，松饼来了，哇哇，抹茶的，这个抹茶酱建议个人口味分次加入，怕融化的太快。对，融化的太快。哦，有没有应该要这样吧？我用一个吃披萨的态度在吃这个铁锅松饼。铁锅松饼其实没吃过呀。它不像我平常吃到的铁锅松饼，它像可颂那样子蓬蓬的，对，然后酥脆感很明显的，完全在外面那一层，真的是蓬松起来，然后像有空气感的甜甜圈，是带一点点的焦香味。重点是它里面的料好好吃哦。它的红豆泥应该是所有里面最主要的那个甜味，可是它的甜是很舒服，很舒服，像红豆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甜的感觉。然后这个茶冻也是那种苦味再多一点点的那种，是很多种香味，抹茶香、红豆香，旁边这个饼皮，那个饼皮是有空气感的，对。而且饼皮本身就有一个香，自带一个香气，然后里面真的咬到那个团子啊，超级绿，但是那个甜味真的是刚刚好，然后有带一点苦味，成熟的味道，大人的味道，很会弄这个苦跟甜。哇塞，它那个苦味是焦的那个苦味，加上抹茶的那个苦味，对，因为那个比你想象中还要苦，但顿时间你一想到自己童年的过去的时候，突然间就其实也还好。这个饼是你的人生，然后里面的料是海珠，老婆跟小孩，对，有了它之后，你们的人生开始有滋有味，有滋味，有滋味，圆满。下一间要吃什么？来了，来到了台南。你说这个最夯打卡没有牛肉，说不过去吧？不行，蛋花牛肉汤。蛋花牛肉汤就是这一家。哎呦，而且它不仅仅是主打牛肉汤，你看，还有一大堆哦，哎呦，还有炒的。茶汤感觉也超好喝的。对，烩饭、盖饭都有。品项超多。期待期待。老板你好。你看，一家人在做，对不对？对。是哦。这间店这样开多久了？我们店大概开了20年了。从你开始开吗？哎，对。我们看到有一个蛋花牛肉汤，这是那个叫牛蛋牛花，在卖的时候是大概9年前，但是之前我们家里面的人就自己在吃的，但感觉我儿子说，哎，这个很不错，品相不错，很好吃的，我们可以是不是就带动一下？蛋已经先打好了。对。哦，跟牛肉弄在一起，这样看好像日式的那个。然后直接冲肉汤。没有，这个还要再转。哦。还要在那个裹上去，裹上去，做法比较麻烦。而且我刚刚看那个里面都是很多年轻人。对，因为最近他们在 IG 上面就会一直有这个蛋花牛肉汤，算是最近夯起来的。厉害的都帮我们准备一下。推荐的我们全部都要。对，看到在台南看到牛肉，真的是整个兴奋都止不住，血脉喷张，血脉喷张。旁边这个就是牛蛋汤，哎，招牌加了蛋花的，最近爆红的。然后这个是您自个儿加点的顶级双酱雪花牛。哇，哦，麻油炒大杂是不是？大杂里面就是有牛腩、牛筋，然后牛肝、牛肉。哦，好，这个是什么厉害的？
加味的。这个我们的麦哥不不雅，如何蘸汤？加姜、芹菜、葱。哦，老板自己特地端上。哎，所以光一个汤，它就有不同的一些选择。对对，好多种。鲜牛牛，他老板说上桌的时候要稍微这样搅拌，拨一下，拨一下。对，你看，哇，还是很嫩很嫩的。赶快吃。超级好喝哎！它牛蛋汤除了那个蛋蛋之外啊，它里面其实还有加姜跟酒。它的那个蛋很酷的是，它让那个牛肉会更软嫩，因为刚老板前面稍微把它拌过，你会觉得牛肉比我们平常吃的直接冲牛肉汤更嫩。是，蛋黄味非常浓郁，很明显的那种哦。这样配非常好吃，而且我觉得加那个酒很加分。哦，它蛋液整个有点包覆它的那个牛肉的感觉，会让你的肉质更甜。对，它的味道。更香，对，然后它的汤整个整体的感觉就会除了那个牛油香味之外，会再多一点蛋液的那香，会更厚一点的，其实蛮好喝的，好喝好喝，好想再弄一个面，再拿在上去，然后加在里面，好像加那种鸡蛋面，然后意面，来，完全不融口味，他们算是汤的这个专门，它这个油脂真的好丰富，对不对？你喝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它原本的那种蔬果的底汤的那个甜味。嗯。但是最棒的是，因为它雪花牛，你看它都有带一些油脂的嘛。对。所以你要想象它的牛油那个冲出来，我觉得它这个更嫩，果然有带顶级的感觉。你这样子看它的那个肉就知道，有一点像酸酱的那种。对。是不是哈？那牛味整个冲出来。嗯。哇哦，甜呢。都是牛油带来的那个奶味，对，吃新鲜的文件牛就会有一个奶香，对，这个就是超级无敌牛。自己说实在，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哦，真的，对，我比较清澈的感觉。嗯，加味的是加了姜，然后有芹菜跟葱。我跟你讲，我觉得它喝起来很像药膳汤耶。是哦。肉样是那种自带的肉汁，然后跟台南那种文件牛独特的那种奶味。可是汤底这几个料碰在一起，跟它的那原本那种蔬果的汤头混在一起，你不知不觉会有一种很像药膳味，类似药炖排骨。嗯，那个逻辑，这个喝起来是变成另外一种风格，但它一样是清爽的，只是跟我们刚刚直接喝你那个雪花霜降的那个原味汤头的感觉又不一样。这也很好喝哎。对，就是这三碗汤完全呈现上是不一样。哦。接下来进入炒菜的部分。好的。麻油炒大闸，那我吃个牛筋。好。它炒得非常好吃，麻油的味道恰到好处，到你会觉得那个麻油香很像只是铺在表面，然后你咬进去会觉得麻油跟它的那，我吃的是那个牛筋嘛，麻油的香气跟它的那个胶质瞬间融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层麻油果冻，然后在你舌头上。那我来吃一个牛肝好了。好。没有太多的牛的那个的味道，没有内脏的，没有内脏的味道。啊，不是像我们喝麻油鸡汤的时候会有一个强烈的麻油香味，嗯，但麻油就是轻轻铺垫在上面。对，我都觉得台南人好会用麻油炒东西。对啊，嗯，来，你要吃芥蓝牛哦。芥蓝牛，嗯，哇，好爽！它不止牛油，还有那个牛肉本身的甜味嘛，是，嗯，然后跟那个芥蓝一起炒，嗯，瞬间有一个解腻的效果。对，好吃，爽哎，这个真的是。一直不断的，他们的甜味会喷出来，是，对，我就想好吃哦，好吃，而且它的品项好多，好开心，我最喜欢这种品项多的牛肉店。一条啊，哎，熟悉的啦，熟悉，保安路，保安路，对，算是美食一级战区啦，是的，没错没错，好多，对，一堆名店，对，最强一级战区，没错，但我们现在要吃的呢是台南限定的早餐哦，而且它是必比登米果，哦，老式早餐，最近 IG 但很好吃啊，很好吃，嗯，他们好像现在有一点复古。就是在找一些吃东西也是以前流行的，就跟穿达阳 Y2K 是这个，我有任务，有什么任务呢？奖金任务就是，哒啦，一
口塞两个米果。哦，哎，好像蛮适合我的。这个看起来有点太简单了，因为我嘴巴很大。刚剪好，然后直接，但是烫伤。他在铁盘就这样直接干，可以。登上日本美食杂志超鲜的小卷米粉，喝到了，开心哎。对啊，撒野猫咪。好久没听到这个词了。川菜里面有烤鸭，本身其实就蛮特别。哇，然后在旁边直接这样烤。哦。对。怎么发出员外的声音啊？你先看看吧，看一下。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你们米果大概多大，多大颗吗？一颗。差不多这样。哦，是不是有一点比较大？我觉得还好，可以，可以。有多大？差不多吧。有人一口吃两个过吗？好像没有。没有，应该可以啦。我觉得说不定可以。是。因为我吃了下拳头啊，所以这应该可以。这米果配这个干是不是比较少见？对，台南特有吃哦。你们开多久的时间了？大概7年。那为什么会想用这个入手？就是很传统的食物啦，然后小时候就有了台南县的食物。嗯。那台南市真的也比较少。那我们要创业的时候就想说要做什么符合我们自己的口味，然后又比较少见的。那现在很多年轻人来吃嘛。B B 灯推荐之后越来越多，尤其外国人啊，然后当就外地的台的年轻人也会来吃。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不是老人，就台南人才吃，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感觉很厉害。那等一下马上来挑战一下。没错。像烤马鸡，对，这个就是招牌的，就有配根的，然后这个是原味，它是放肉燥，然后这个是他们的软骨饭，也是听说非常好吃，软骨饭。不是，我觉得近看之后，觉得这个米果很大块，会吗？蛮大的吧？它可以折啊，你看，还可以折。哦，折也可以吗？对啊，当然啊，你要塞进去就好。可以啊。可是我想大家看一下，你看怎么样？这个根，很稠啊，稠。比较不是我们印象中羹汤的那种，是有点像我们之前去台中有一次也是一个很所以它应该有点像咖喱酱，酱的概念，酱料，对，然后下面配一点蛋，可以啦，你看我连这一口都下去一个了，好大口，很 Q 的，很好吃哎，它有点像嫩的萝卜糕，有没有？它煎的超好的，它煎到就是它里面的嫩的那个程度，对，真的比外面的羹还要再细一点点，再绵哦，它里面很像米浆啊，它已经到米浆那种程度，对，而且非常非常的香，哎，我觉得你不会成功，真的假的？因为进到嘴巴之后，它比你想象中大块。不是这个这样子叠起来是满福宝哎，有好像有点大哎。来，我们帮你来，加油，要的，加油。加油，到了，大嘴朵啦，拜拜。来，很简单哎。等一下你要被惩罚，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以为很简单，因为它一款就是软的，可是因为你咬下去，你稍微咬到它就爆浆，然后嘴巴后面被塞满。它里面那个黏度也有点像那卡士达酱的，那个浓稠的，它比较像姜，但是它真的好好吃，你会觉得它那个口感非常的幸福，超好吃，跟想象的不一样。嗯，米浆也很明显，然后配这个。真的有那个肉燥的香，我们刚刚以为觉得太稠，结果它人家配的刚刚好。对，来个招牌，它在里面加那个米的那个甜味，吃这个会更明显，因为它没有那个羹的去拌料，它只有就变成那个肉燥香。啊，所以想要清爽一点点，或者类似喜欢萝卜糕那一派的，完全吃这个。我个人比较喜欢沾那个。真的，它招牌是香气会变得非常非常浓。嗯，肉燥的调味，我刚单吃的时候觉得有点甜，有点像加了洋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米果一起吃的时候，很像香菇肉燥的香味。然后那个油香会一起粘在这个米果它表皮那一层煎的脆脆的地方。好像更喜欢这个，是原味纯粹一点，更纯粹。丰原紧接着来，
台版卤叉烧饭的感觉。有哎，软骨饭哦，它其实是软骨，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膝盖提筋的那一个，对对对，软组织啊。哇，いただきます。软骨饭。嗯，我把那个软骨想象成一个很像筋胶质那种，对，不是，它是一个有带有一点啾啾的，像果冻一样，对，很好吃，它的口感很神奇，然后肉也是卤到很入味，有一个中药香，有一个甜味在里面，我很喜欢这个口感，你喜欢哈？对，嗯，它卤的那个方式已经甚至有点像我们吃那种卤牛肉面的嘛，然后它反而不是走甜的，它是咸汤的路线，它也炖到有点像我们吃牛腩饭那种，再有一点奶味，好吃哎，这个，嗯。饭我都觉得很好吃，通常这个饭我不太会点，我都会点贵那种。但是我觉得他连这个饭做得非常优秀。好的，拖拉这是挑战算失败了。可恶！哎，我真的以为我成功了。你等一下被打，我们去旁边排阿明猪心。好，还没得吃。好。来，惩罚时间。好呀。现在已经他也惩罚，而且你看他表情非常镇定。对。哎，你是不是知道我会被惩罚？你还特别打扮，今天让我。来 ，OK， 一线，一线八。有哎，蛮变蛮大的，有一点达到腰，对不对？对对对，再次再次，没有再次，可能就位。对，好呀，一、二、三。我现在力气好大。对啊。一线，哎呀，真的是哦，大力士，大力士。哇塞！哎，哈哈。哎，要吃小卷米粉了，哎。小卷米粉，小卷米粉，最出现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点特别。来，上面写。日本美食杂志超鲜的小卷米粉，听说这个杂志通常会爆啊，都是爆那种开非常非常久，可能二三十年那种老店。对，可是最近才开五年，但是这家好像汤头很厉害，超鲜甜。而且听说它有一个什么小卷的卵，不一定每天有，要看每天的现杀。都是这里。来 ，Hello， 老板娘。哎，你们怎么会开始做这个小卷米粉啊？爱吃啊，爱吃，自己本身喜欢吃，小时候都吃国华街长大啊，所以就自己想要来做一个这件事情。干脆我喜欢吃的研究嘛。哦，结果一研究就得到日本人的认同。对呀。听说有日本人会拿杂志过来就是要吃的，对，真的很多人。那你会一点日文了吗？不会。光田教他两句。打开。这是骂人家的，我心好痛。打你个头！打你个头！还没问候。啊，今天有卵可以吃吗？有，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每次都有。但有时候很肥很大，对，有时候很小。啊，今天刚好很肥。哦。就是这个杂志啊。对，小卷米粉。天哪，这很有名的哎。哦，真的哦。对。整个地球，全世界，对汤头，你看放上桌就觉得这一定很好吃。你看这离谱哎，很清澈哎，香，超级是。看起来简简单单，但我跟你讲，那个你放上来那个香味，你就觉得这一定超好吃。香味十足哦，日本人，日本人先吃，日本人让你享有一整碗，好不好？怎么那么好？对啊，好啊，因为马上吃完了。那我用两个汤匙。为什么要用两个汤匙？哇，高招。登上杂志，完全完完全全是，超级鲜甜。对，
真的是没有任何杂味，纯粹蔬果啊，他们熬出来的那个甜味，还有那个小卷的鲜，很单纯，对，没有其他什么味道，对，但就是看这个盘头就知道它的味道很 pure， 但就是很直接，然后都是很新鲜的那种甜味。哇，吃一吃很舒服，哇，小卷也好好吃，它也是那种新鲜才会有的甜味，还有一个口感也是有带一点点 Q， 但不是全 Q， 是有一点那种滑顺的口感在里面，它不是脆的，是 Q 跟滑顺，很新鲜。他说那个从印度洋那边捞过来的，对，小卷急速冷冻，对，然后都是新鲜的，傻眼，傻眼猫咪，哦，这个又是吃。这个就是那种牛肉汤的海鲜版，那个逻辑，它那个甜味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它的米粉呢，它其实接近到乌龙面，但是它有一点绵绵的那种口感，比较像米苔木，对，比较像那一种那一类的那种概念。这种粗的米粉是好不好吃？是，沾五味酱，五味酱的哈，来，脆、绵、弹、鲜，一直融合在里面。五味酱是有融了一点点蒜蓉，它也是带一点点甜度，相对来说还蛮提味。哇，你那个汤剩下干米粉哦，哇，这个停不下来，我们就一人一碗啊，一人一碗，一人一碗，我这一家我觉得会记下来，对，很狂啊，这个绝对是，比如说之后未来必比登啊什么。应该都是，我觉得会，就是那个甜会完全从小卷散发出来，然后很好的跟蔬果混合在一起。小卷就是你咬一下，它的那个甜味就喷出来，咬一下甜味就喷出来。对，口感真的好酷，微微脆，但真的是绵滑的那种，好舒服哦。就是种单纯，对对，最好吃。对，那个蛋要不要？来，然后这样子看了之后，我就发现，哎，好像我有吃过。哦，真的。是不是脆脆？会会，你看它白白的地方呢，它是比较绵口一点点哦。然后它蛋的感觉，跟我们吃香鱼的蛋有点接近，粒粒分明，非常粒粒分明，真的海味很鲜。所以它算是吃口感，吃口感，然后它有一个香味。真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口感，一个绵的，然后一个是一粒一粒的，对，一粒薄薄的，只有鲜味。哦，好神奇。咬下去那种扎实感也有一点像我们吃乌鱼子，这个就是比较偏海味，但是你不吃咬那两个口感都是好吃的，它们两个完全不同感觉，有的话一定要点，这个有一定要点，它不一定每天有嘛。那我最后来吃一个这个烫的小卷，烫小卷在汤头里面跟川烫感受度完全有点不太一样哦，真的，它那种脆口的感觉更明显，这个更脆一点。就点一个放在旁边，然后再配一下汤。你想要让你的汤更有鲜味的时候，就再把你自己点的料再放进去来啦。品相其实像以我们在拍的来说算少，可是非常好吃。它就一个就够了，这个对，就不用再做别的。它就是直球对决，真的。是不是啊？来到了最后一间了，最时尚的川菜极致烤鸭试吃。川菜里面有烤鸭本身其实就蛮特别。川菜就是四川吗？对对对。那烤鸭是北京吗？北京烤鸭或者是粤式都烤，所以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很厉害的是说，它这一间店呢，大概有6000多则的一个评论，这么多，超扯。先看一下任务，对，到底是什么？哎，来，吃极辣美食不流汗。哇，你最会流汗了。对，等一下，你最近肠胃不好，真的真的真的。要不要？交给我们。对啊。把钱给你们，当然了，如果你们 OK 的话，就一人一千，我加一千。哦，我这个态度怎么很像花哥？小美味，小美味，而且呢，这个它很妙，它是 LA 时尚。LA 不是美国吗？当然不是，他说是辣。Hello。请进啊！这是我们的经理，经理，经理好，经理好，你好。那你们是做这个烤鸭试吃？哎，对，电皮鸭，然后再一个炒的干锅，然后干锅完之后会再煮一个麻辣烫，然后再还有一个胡椒饼。很特别，麻辣烫和胡椒饼我们几乎都没有吃。都没有哎。我们第
七间这样子。是，哪一道是最辣？活腌排骨，你们等一下应该会吃到。活腌排骨，那就用个最辣。哦呀。我以为你要小辣的，不错，结果是最辣的。对啊，下面有没有切口那个？还有，好好。哎，真的是焦糖色的，而且刚烤出来。你们感觉它晶莹剔透吗？感觉它皮很多汁。对啊。你们都会先在这边片好，然后。哇，这个皮感觉很切，很厉害呢。哇，哇，哇，还有那个流汁。哇，如果在旁边直接这样烤。烤不烤啊？要烤。为什么还要？烤一次，这个是铁板烧，增加它的香气。有口水在分泌了。哇，这个很夸张哎。对啊。传说中的四肢，对，现在在面前这个是片皮鸭嘛，然后这个很酷，它还有用樟木去熏它，一二二三，木熏，哇，这个关子，哇，等一下好香啊，那个香味哦，樟木的香味哦，但是我建议好像大家要先吃那个胡椒饼，不然它里面可能会吸掉汤汁，哎，对，我刚拿的时候它皮外面很脆。跟我想象的那个胡椒饼有点不一样，它那个外面的皮是很像老面，带点味的，嗯，馅特别香，但是那个咸度不高，嗯，主要是那个葱的香气，还有那个鸭油的那个香，两个香气在里面，其实它比较像包子，如果整个整体的口感的话，比较像包子，对，它感觉那鸭油已经渗透到整个面包里，对。里面其实你不讲的话，只不会觉得它是鸭肉，对，因为它的那个带甜的感觉，其实跟猪肉馅有点像。嗯，哎，这个很好吃哎，好吃，但它面团很香，很优秀，面团超香的。嗯，来，我们来吃看看饼皮的部分，漂亮哎，帮你们包哈。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这个一定超好吃。烟熏有差吗？有差，樟木的那个烟熏，然后木质调的香气变超级明显，让那个皮上面鸭油跟它的那个熏过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然后不知道是它的甜面酱有调整过还是怎么样，它有点酒香哎。哦，真的哦，吃起来就会有点像喝到酒那个辣辣的感觉。哦，我的是包葱段，嗯，然后用了一块鸭皮，高手啊，要鸭皮跟肉一起吃，它皮好 Q 哦。它这么薄，很薄，它存在感非常非常强烈。它最厉害是它的鸭皮，它的鸭皮的那个香味跟那鸭油混在一起的时候，搭配它的樟木香一起，整个很像我们像喝一种木质调那种调酒的那种感觉。它的肉也非常非常的甜。嗯，发出员外的声音啊！人生就是要热血沸腾。让我们一起从新天空玩到外太空！想知道更多精彩变化的景点还有美食资讯吗？错过不了，时尚玩家 APP， 那赶快来下载哦！每一口咬下去都会有香气，还有它的那个油脂，好惊人哦！难怪它有那么多折。对啊，麻辣干锅款的鸭架到底是什么？其实鸭架就是骨头，对吗？对，然后吸它，啃它的那个肉，有没有？烤到那个味道都渗透到最里面去，咬下去有鸭肉本身的甜味跟它那个麻辣那个香气，两个一起冲出来。哦，这味道很辣，蒜香辣。哦，哦，香啊！哦，它的大红袍好香啊，表皮好像甚至有一点好像炸过酥酥的那种感觉。嗯，哎，它是渗到里面的。对，把它甘草到那个浓味道都全部浓缩在里面。对，来加加哦，来，哇哇哇哇哇哇！哎，这样吃很爽啊，它就变麻辣锅哎。哎，这个好划算哦。对啊。哇，好香！我看到鸭血，真的，看，来来来，我捞出来给大家看。哇，来，这感觉有点辣。这个你来。对，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可怕。它很
很红哎。哎，其实很香，很香，赞的那一种麻辣锅，很好吃的麻辣锅，对对，那种川味的那种麻辣锅。哦，很好吃哎，它没有调的，就是那种很麻，然后鸭血非常非常的嫩，你看水分很多，像那种果冻鸭血那种，真的，这个豆奶，哎，很好吃哦，真的。哎，不能流汗哦，姑娘。哦，好好吃哦，前面是有因为豆腐会吸汤嘛，对，对，有呛到，但是它的汤头真的很像高汤一样。它有其实辣里面其实有一个甜味，豆腐在吸那个汤汁超好吃，还吃得到它的豆香，因为它有毛细孔，天哪，它真的已经完全做出跟干锅不一样的东西了，完全两件事情，好酷哦，直接吗？你要冲了，我就要冲了，挑战开始，不能流汗，你是要拌一点辣，它是要加一点辣椒，加辣椒，它是那种炒的干辣椒，它太多了啦，公平公正，你用汤匙吃，公平一口好不好？哦，会辣吗？没那么辣，没有。现在还没，因为它前面应该有加糖下去炒。哦，越吃越好啦。任何一滴就没有了。流口水吗？没事，我没事，我还可以讲口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多辣。它前面那个外皮带了一点糖，就是一开始吃进去的时候是甜口的，然后很像它其实做法，我觉得很像炸唐扬鸡的那个感觉。嗯。外面是那种有点酥皮，然后里面的肉很嫩。它的那个辣椒是那种有点像吃干锅那种炒辣椒，辣椒香气非常浓，只要你不要咬到那个辣椒籽的话，真的很香的。哎，来看看他有没有流汗，突然开始旁观了。没有流汗啦，这是出油哎，是真的。有吗？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是出油。哦哦，这样算过了吗？走得很快，好啦，奖励你，你很棒，难得，对不对？给你吃一块鸭血，但钱还是要给啊。钱，挑战成功。因为其实这个挑战都算还蛮不错的，然后其实很棒啊。在这个2024，其实很多人都很厉害。对，对，没想到嘉南平原已经这么猛烈了。哎，没想到如雨后春笋直接都一一冒出来，每一年都被颠覆想象。对，对啊，那在下半年我们就继续吃起来了，吃起来。